错误的九九乘法表，十位数要说对，个位数要说错。错误的乘法表开始了，三五十六。哎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准备好，十分钟，把倒计时开始。可以的，好，开始。好，错误的乘法表开始了，九五。九五，错误的乘法表开始了，五四，了五四，来，错误的乘法表开始了，七九，八十九，七九六十几才行，是吧？好。数学太差了，有点差我们。来来来，错误的乘法表开始了，七三，嘿，二十四。那太慢了，太慢了，太慢了，不行，不能拍鼓掌，就节奏容易慢。超哥，错误的乘法表开始了，三五，十六。哎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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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这好震，好震惊啊！好震惊，像那种来应征考试的那种小白领。我让你们吃饼。优秀哈。对啊，直上来吧，加大难度了。来，正确的乘法表开始了，二二，十四。你的节奏，你的节奏太奇怪。来，鹏鹏，这个太难了。可以可以啊。慢点，说对不对？我有我的节奏，好不好？尊重我的节奏。错误的乘法表开始了，三七二十二。好，还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智胜，你只会说三七，你只会说三七。错误的乘法表开始了，七三。嘿，哎呀，这怎么有点蒙住了呢？一下。来，贺哥，贺哥，贺哥，正确的乘法表开始了，九六。哥，哥哥这边，哥哥，哥哥这边。我也反应不过来，那正确和错误的分开是吗？不是，必须错误。哥哥，哥哥这边，他说正确的就得说正确。他说正确的乘法表开始了，你就要说正确的。哦，这样的。你还没玩明白。来来，错误的乘法表开始了，九八，七十二，怎么了？没没，我那是错误的，他是错误的。对，八九七十二啊。对，九八也七十二啊。对呀。哎，这种自信是哪来的呢？怎么会这么自信呢？刚才你瞬间我说我吃的综艺手秀没有经验啊。好，你这个综艺手秀太惊悚了，把大家都秀没了。来，我找找节奏。你还有节奏呢？考谁呢？错，我们的乘法表开始了，八五，五十五，错了，四十。太可怕了，要加油。错误的乘法表开始了，九六。这个游戏这么难吗？你来一个。有哈挑战我。错误的乘法表开始了，哎，三七二十二。哎呦，你又会就会三七。你为什么一直说三七？你怎么老说三七？你只会三七。你又不管三七二十一是吧？你为什么会那么执着于三七呢？我也不知道，跟发型有关系吗？这个游戏没人能赢啊，除了鹏鹏，其他人都赢不了。都几个柿饼了？我觉得这样吧，现在就请鹏鹏一个人过来跟徐志胜单挑，好吧？贝贝，你是出题的，你这么紧张？我怕我再说三七。鹏鹏，你准备一下。现在太严的，从我的头就开始了。九五，五五。好，来，开始，哎呀，故意的，给你点希望。
但你们还是要换的，这边不换了，你们还是要换的，他输个赢个都换一个。啊，正牛的乘法表开始了，93、27。好，这个还是有点简单了。你应该不能把三这个东西从你脑海中去掉，好吗？现在只剩三了，七已经没有了。缓一缓，缓一缓。错误的乘法表开始了。9、20、26、29，你不会比23、27？你的数字太少了，朋友。你要没见过，我给你看一下，真的。我给你两个，你看两个，看两个，带走，带走，带走。还这个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我想了一个巨难的。哦，好，别紧张，别紧张，智胜，你是出题的，你别那么紧张。出题的太紧张，出题的老是出重复的题的。严肃点。错误的，这会儿又开始了，5、6、31。蛋总，蛋总他这么多拿出来了，你跟我错，你跟我错。错误的乘法表开始了，76、43。又答上来了，错误的乘法表现在开始了，99、83。走走走走，错误乘法表现在开始了，87、57、57。走走走，错误的乘法表开始了，66、37。哎呦，走，正确的乘法表开始了，98。七三走，错误的乘法表开始了，59。46走，错误乘法表开始了，98。73走。原来是适合答题，真的答题答得很好。二狗，还有谁没吃到吗？我们都没吃到，都没吃到。吃吧吃吧，没吃到的朋友来纷纷吃了吧。我们这轮还是有惩罚的。要惩罚刚刚耽误大家最多的人，错的最多的人。那显然就是徐志胜了。请自己给自己想一个惩罚，打个板。在我脸上写满37，好不好？